你有这个乐天一这个吗？哇，难道是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哇，我好像又有哎。小姐姐看不起牧童，上演皮肤大比拼。哦，你俩是小配玩呀？对呀，哥哥。要不要来一单？你们多少钱一单？多少钱一单？刚卡了，兄弟们。半个小时，60。两个人60。开。我上次跟别人说我是帮人家拧螺丝的，这次我不装了，我是一个富二代。那你要不要给我存单呀？你就说嘛，存单得花多少钱？看你想存多少，就最低存多少嘛，你再说。最低的话可以存10到20单，然后高的话我可以存几百单的，存100单给你发黑丝，发白丝，给你发我找不见。你不要这样搞啊！你这搞得我要存1000单了。你现在是见面吗？你在说什么猪话？1000单可能吗？你不要看不起我，我跟你说，小姐，你觉得我是不是吹牛逼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人从来不会吹牛逼，好吧？3万块钱吧，对不对？你有钱吗？那不是轻轻松松吗？你承认我就给你发一次，好吧？你视频吧。3万块钱，你让我接个视频啊，兄弟们，真的是把我当冤种。说你自己是土豪，3万块钱都没有。小姐，你这个语气的意思是你是看不起我了？我给你存10000单都没问题，真的，不跟你开玩笑。你看，他就在舒克，我一颗雷，你看，我就这颗雷。牛逼！我不想玩了，我得走了。2单起劫，他怎么跑了呀？那我要是说我不玩这一把会怎么样？但他觉得说不是说2单起完吗？小畅，他正在跟你说2单起劫吗？那我再给你转60。小畅无缘无故被坑120啊，苍蝇！没有钱，点充值玩呀。没有钱你很装逼，反正我们群里面有很多人的，我们可以把你那一个曝光啊，曝光之后，然后就说你们是跑路的爱装逼兵。看到你的 ID 就全补你们，好吧？你说我没钱？你看我都有钱买这个车的皮肤，看到没？你知道这车皮肤多少钱吗？对于你们这种人，我真的无语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号里面有很多皮肤，你们下一把你们再打一单的话，我就可以给你们骗很多皮肤。OK 啊？知道，你们知道4号的。行。OK， 我再给你们下一单。2号，你说你要变车皮，下把你开你的大号进来，把你那个车皮肤最多的。那个号给我开进来，哇，无敌战神，哎呦，王牌哟，好秀啊！你就选一套皮肤，你认为我没有，你就穿那一套。你有这个乐天一这个吗？哇，难道是这个吗？这个吗？啊，我好像又有哎。还有小裙子吗？啊，难道是这个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我这也有。不好意思，妹妹，得了吧，认认真真服务刚刚最后一单吧。我等会进游戏让你看一下什么叫车皮，好吧？你看到这一把坐的飞机了吗，妹妹？我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摊牌了，我就是一个富二代。来变两个车皮，你还是挺厉害的。OK， 给你扔一个车皮，你绝对没见过紫色的特色。跟我也有。啊，只不过我的是一个车币的，我没有3个币。哦，还好你识货呀。我认识一个都有钱，知道吗？他就喜欢给那些妹子，只要你叫他叫老公，叫小宝贝，他就给人家下单，知道吧？我当时我记得啊，我记忆中他给一个陪我直接下了5200单。兄弟们，直接甩给路，真的呀。但是那个男的比较钟情，知道吧？比较专一。你如果说你在微信上面给我转200块钱啊，我直接把你推给他，我不骗你，是吧？你看我有这么多车皮，我会骗你吗？对不？转了，是不转了？小张，你看一下，收到，我收到。牛逼！我操！小姐姐，我把那个男的给拉进来，然后那200块钱也是退给你，我就当做个人情。希望你以后遇到人不要有偏见，好吧？一律同仁，好吧？牧童化身内鬼，没有人可以生存。你的身份是？东哥，谁像内鬼，真的一动不动的。密森怀疑我，我跟你说，我先把密森干了。哎呀，你干干得久。
听众咱们一起，小生不在了，我靠，完了他可能要去拍人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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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，你看他好猥琐，我保护你，小尚小尚你看你看，青蛙青蛙呐，他跟着我的呀，青蛙你救下命啊，青蛙我长得也没有用，青蛙你救济的鬼，青蛙我见到你杀过人，救命啊，小心点，快走，完了我报警，紧急会议，哪里还在呀，开始发言吗？我掉，还好，我这不按照紧急会议，我在紧急会议旁边啊。要不然啊，小尚你第二条内鬼啊，要干人是吧？反正我是好人，我信童哥的。我当时跟童哥是在一起的，童哥是个好人。鬼只有一个，小尚，偷小尚100%这一波。现在我们两个大战一个，大战一个，诸位有没有信心？有信心啊！来。有老师死了，直接飘他。行、啊，我俩就在一块。我们两个先走，我们两个先走。先走，我跟你说，十一很危险。小三那个兵他已经空场了，对不对？你过来，还剩一分钟。你看，这里个内鬼出口。我要给我看你的锅吧。你点一下内鬼出口，你若是内鬼，你就能穿过去。我不能啊。你不能，等一下，你别动。我能怎么？我让你穿。你别笑，快给我看看！我跟你说，小子，你看，就是他，他刚才你是内鬼。玩内鬼很简单，哎，历史死这么早，心里面是什么感觉？以后我再也不说你是坏人了，我刚刚就说了一句你像个坏人，3秒就没了。你是真的好人。